微信好，我是秦公公。哇，这个房子真的很好的，在三楼的，加床、空冰箱、书桌也挺好呢。空调为什么好？这窗帘，看到了吗？这么大的庭院是都你的了，朋友过来一起喝茶、聊聊天，barbecue 烤肉也可以的。哇，你真的好呢，这出去看一下，房子又很大，衣柜、冰箱。电磁炉灶，你看，哦，也挺好的啊。这个鞋柜，这个也很漂亮，还有镜子，还有降噪，还有房子很外观。密码锁，鞋柜，叫通风好，叫马桶洗脸台，是把马桶洗的，通风挺好。房子这样看了，我最一遍跟你说，从来没碰不到你们这样阳台，超级好的阳台，超级好用。这可以看到清晰的，超级好。